来跟大家玩个你问我答吧。所以网络流传全裸都是真的吗？女神黑历史，熊熊被曝拍3年全裸露毛片。拥有32G 的美胸女神熊熊卓玉彤曾登上 FHN 男人帮杂志封面女郎，在演艺圈小有名气，却有读者上苹果爆料啦，网络流传熊熊出道前曾拍3点全裸而且露毛的打篮球影片呢，而且流传的截图中丰满的宋伟跟熊熊吻合，神韵跟熊熊也有87分像，所以到底是不是熊熊本人呢？经纪人小明说了，我们不回应网络上的传闻，何况是2013年的娱乐动新闻报道。Oh, oh, oh! 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!